啊，又有人掉了。掉了，谁掉了？谁掉了？刚刚这表现可以让我再用一盘吗？不行。我给你们跪一跪。别跪，不用跪，不用跪，不行。半张起下车。哎，这个。刚刚的表现，如果你打了一万六千伤害，我就让你用。哎，哎，是神秘别换呀，别换呀！我为了你才选的。哦，我吗？对啊。啊，是为我哎。我当然是都可以啦。也是为了我呢。哎，你要选，你要比他先选锤子吗？我就选那个了。哎，这个狙什么鬼？不，那另外一个狙什么鬼？我们这局结束了，我这阵容，这阵容我操，雪崩肯定的。敲我一个雪崩，我操，我狙死他了。那也没有给你任性的机会。妈的！哎呦，我回来了。你干嘛双飞呀？我操！不是，其实是这样，是刚才他先对，反正刚才我是扫地了的时候，我先拿了一个雪崩。哎，怎么还有裂空？我操！哎，怎么还有裂空？那么强！他们有狙。没事，搞搞搞。哎，你就别站路就可以了，狙不怕，只要别站路。我站在那里。啊，我站了一个，我干了一个。跳断呢？反正你进不了。我靠，天使飞的感觉真的是舒服。哎，我们不敢干掉这小地方。奶一下，哎，别虚路霸，这奶着你干死他，干死他，干死你的宿敌小美。你是哪个呀？小美，小美，小美路霸一生之敌。啊，不是，是那个毛妹掉了。我靠！我大一攒出来了，已经。你们是多能掉血，我不强好吧？嗯，干死！妈的，这毛妹怎么还没死啊？死了！哎，毛妹，注意你走位。快出来！左边一个那个左边的小美，当心啊！打我一下！啊，这个小美，我操！哎，路头吧！哎，你们注意走啊！太前了，太前了，往后，往后靠，我回来一点，回来一点。我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。回来一点，回来一点，往后，回来。冻住，不许走！我靠，当心当心！冻谁呀？往回走，往回走。我靠！哎呦，我天！我走不掉了，那时候已经。哎，心好累。我操，你这紫色皮肤好骚啊！谁啊？你。我？哦。从来没。哎，后面有个D吧。啊？咋了？咋没了？有个小美啊。法技不用虚，可以上去点他。他应该，他只要技术不是很好，应该点不死你的。打打打！哎呦，我都掏出小手枪来了。麦克雷，哎，谁死了？我死了，是麦克雷。楼上有个，退一下，咱们退一下，他们都已经打到这儿了。我躲了，我躲了，我躲下小房子去了。退到后面的那个，别到前面去。手拐角。手拐角，都回来。手拐角，回来，路霸回来，给你奶，手拐角。手拐角。法师可以考虑手高台。哎，这个对方毛没大风呢，我靠，不知所云。为什么没有放大呀？我也不懂。这大风的真的不知所云，我操！哎，他来上面来搞我了，帮我切一下。你在哪？我飞起来，你过来。
哎，干嘛？干嘛？不好意思。干嘛？错了是吧？按错了是吧？我躲了，我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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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了。哎，你们说好死一片的呢？这怎么就死了一个？连是放大的机会都不给我吗？不，连胜最佳机会都不给我吗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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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来过来过来！算了，拉吧，就两个人。哎，怒发，打击。法击呢？法击飞一下，让我飞一下。别虚别虚，奶着你们，奶着你们，奶着你们，别虚，打他！我觉得这个锤要恨死我。老弟吧，还有。哎，有小美在你们后面搞。这边好鱼啊！哎呦，这把的，这波真的是。他是。我没办法，他那个地方我没地方躲。我也没地方躲。你们后面没人让我去飞。啊！我是当时被睡下，我八十一了，这么贵。讲道理，和尚为什么每次都是击杀上榜？我操！可以。没有，因为和尚全是那个，和尚全是主攻。啊，谁给深深赞了一下？我给是不是？不是，一共七个。啊，对面有人。哦。可以。啊，我估计是锤子。讲道理，我估计是锤子。八十一。哎，对面开始找借口。It's quick play。找借口，哎，说好的开始样子呢？打完就把了。创了什么？讲真，你看他们等级，再看看我们等级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我们一个都没有上五十的。哎，胜胜。啊，我换过来这次可以。我们三飞吧。三飞什么意思啊？就天使法器，天使法器，天使法器吗？哎，我之前见过四个天使拿我一个D吧的。三个天使，没有，我这有见过什么五个天使给那个法击加伤，然后一炮一个人。我那天打一个花村的图，然后，哎，笑死我！为什么要看这个地图？我昨天把天使很鱼的，你别指望我。哎，为什么有两个地方啊？中国这边。啊、真的要北京了，啊！这种阵容，对方一旦出个什么麦克雷，那个什么堡垒就是不行的。不动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三飞吗？这毒吧。换我。给换啊！换啊！那个你也换、啊，那我换一个，我也换一个，换一个。那我换吧，我换。我换换换，你要换。哎呀！三飞呢？天使跟我。讲真，你们想玩没事儿，我觉得可以跟你们玩的话。给我加上，加着。哎呦，堡垒，打不过换堡垒，我跟你说。哎，车子别走啊，他。哎。太梗了，非常的梗。哎呦，堡垒，哪里啊？咱？哎？哎，那个鸡妈去哪了？啊，鸡妈去掉了，去了。
哎，二楼没人，二楼没人，上二楼，上二楼。啊，有个堡垒，堡垒死了。还没有路过别的剑。哎，怎么炸不到他？我靠！我今天手感是怎么了？哎，那个法金人去哪了？啊，死了是吧？这个人呢？我操！哎，一个堡垒楼上。哎呦，死了。小鱼。上那个啥，上那个高烧。Quadruple kill， 我也是。我也是。Pentable kill， 三次 kill。我来。哎嘿，堡垒我最喜欢你了。我靠，对我一个人开打，要不要一点啊？点不动。你不是没死吗，兄弟？是他对我一个人开打，我操！真的不要脸，我靠！下来吧，给我操！我还想在上面勾人，有那么贱的？可以。堡垒掉了，这个话都勾到，我操！我死！我去二楼看，我去二楼看。没有。这不是这么。哎，蹭一波能量。拜拜。赛扬拉拉，就是那一滴条的那种损莲花不上。哎，天使跟我一下，加我血。等下，等下。对面法技你是还可以，讲道理，但是你没有天使跟。来我一下，天使。晕死了。靠，这地方时间好厚，挂球挂了这么半天。没反应，法技人呢？我啊，我好像被卡了一个。哎，我靠！啊，堡垒看到了！我操，他勾中我了！我要保持我的不败记录，给你。什么不败记录？不死记录应该是。哎，我操，这半招，我觉得。哎，堡垒很残。天使死了，没死。哎，谁换了麦藏啊？我靠！妈的，偷偷换麦藏的没被发现。哎，完了！空大了！我的！哎，没给你套上盾，我的波。没事。不慌。这把我要是再击杀上牌，我靠！什么鬼？这我们有英雄不同吗？可以。来打！我被操控。我强不强？就问你强不强？我靠！强！然后我一个大复活，压是我的，我操！这把躺的真舒服，我他妈一个牌都没有。我四个牌，我靠，可以无敌！哇，章鱼哥那一波很强，无敌！这波拉的真的很关键，真的。这个是谁啊？真的，就是 James， 是谁来着？是我反正认识的。我现在打，我贼强，好不好？又是 kill 上榜的 ，excellent， 两条咸鱼，和尚开着英雄，对，这我都忘了，退一下，和尚不能把他归为辅助了，像他是一个输出英雄，和尚，妈又是蓝天白云，我也是蓝天白云，我靠。我操，这个皮肤好看！哇，金色的，金色的球了，金色的，金色。
上阵英雄有毒，蓝天白云啊，不，输出英雄还是辅助类的，我操。辅助类输出可以。我真的想玩班次啊。嗯，再来一把呗。我刚才把还没体验过呢。有头，我去，你有没有见过零击杀？我跟你说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六半藏开局。好，真的零击杀啊！没加一个那个，加个 DJ， 六个半藏加个 DJ。我真的，我半藏真的一个都打不到零击。我也打不到。这个图我挂，这个图我挂半藏，这个图我玩托比混。你混吧。不，我觉得半藏的话必须得跟天使。可以可以，半藏加天使，因为太散了。加上加上，一天使不能跟四个半藏。不是太散了，你知道吗？半藏加。哎，你们这一个个真是的，我只是看看我的皮肤。这节奏你已经带起来。对，你已经带起来。不好意思，158，看了不少。跟上这节奏，我操！跟上这节奏。哎，半藏先去门口。放一波侦察剑。嗯，我去。啊，不，那小明你去吧，你是个跟对方秀一下你的皮肤。我不去。哎，三姐你去了吗？就是我不去。我完蛋，我跟你说。肯定完蛋，这个绝壁翻车，我跟你讲，想都不用想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这是我的 carry， 这是我大概第五次玩单招。小美和尚还有个狙还是走一个吧，走一个吧，他们看到我们的阵型吓尿了，肯定，我觉得走过来了、啊、其实肉的话对班长来说还蛮好的。哦，我操！闪光！我靠！我靠！被撞了！啊！翻车！翻车！我去换一个，好，换个我玩的更好一点的。翻车了吧？翻车了。哎，这个死神比较强，换狙你妹的狙。不，相对于半藏来说，我狙还是玩的比半藏好的，讲道理。我狙也玩的比半藏好，我半藏是第五次玩。半藏因为这个他弹道太难那个，狙我还能就是走狙一下。你让我飞一下。虽然不会跳狙。啊。我换了，真的应该去看一下今天小杰的直播。我跟你说，啊，这小杰全程 carry 我。小杰没有，小杰今天早上的有一个直播，然后在打不过的情况下，他一换，反正他换了个狙，然后全程 carry。真的，我靠！对，小杰狙很强的，想起来的。小杰狙是人。小杰狙很强的，真的。他真的是跳狙，然后被好像被对方的直播间挂骂是挂了，对方也是在狙。我靠！完了。我靠！我被贴那个了。哎，换了。我跟你说，我 carry 的。哎呦！如果要锤死我了吗？害怕？没有打到。对面也有半藏人了。过来！哎，太大了，我靠！没必要吧，哥们儿。跟在后面。哎，直接爆头好吧？好，我操！什么鬼？我操！哎我操！对面两个大锤，什么鬼啊？无数条龙，我看到了无数条龙。
放甩喽！哎，真以为我小乔美是吃素的？我靠，上来就锤我！这小美你负担不大。我操！这英雄现实惨。哎呀！这个死神好 carry 啊！我这大换了换我这大放了换死神去了。啊、对面那么多肉，不换死神？是的呀，换死神。我大放了换死神。我有大了。我觉得对面这样打，其实死神不用放大都可以打得过。靠，空大了，什么鬼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也没懂，好神他妈龙，又是真，我换死神，我换死神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！啊！哎，这个锤子怎么回事啊？有死神在我后面打我！张云哥，你在干嘛？好，快点，血要没了。哎，我靠！我操！天使能拉吗？啊，天使死了，好像。天使死了，天使而且力大。我操！哎呀，这和尚以为他有皮肤了不起啊！讲道理，有和尚的皮肤是没和尚皮肤屌一点点。等一下，我给我妈打个电话。你们先玩。嗯。嗯？叫起 A。百分之二十，你笑死我了！哎，我先不玩了，拜拜。好的，拜拜。看看吧，怎么瞬间就走了俩？哎，李思维，你那个本子给我一下，出数学的。Now entering the temple of Anubis. 阿努比斯是那个希腊的吗？对。不是埃及的吗？是啊。埃及不是希腊，什么希腊？希腊是那个伊利奥斯。什么希腊了？啊、哦，希腊大金海。希腊是伊利奥斯，怎么又搬葬？没有、哎，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拿奶狙，真的，我觉得锤子加奶狙。我操！贼强！啊，James锤子，James锤子。真的真的，他给你大，然后我再给你加工，我跟你说。你不一定跟得住他，讲道理。我这一秒五阶。问题我还有个知识之光，我操，三个辅助，真的可以吗？没有，哎呦，对，这应该不行。我让他们出门直接带着。那怎么办、啊？我已经回不去了。算了，先这么打着吧。哪一句也可以做输出嘛？输出哎，叫我够准。哎，如果你给我加伤的话，我那个毒能毒别人毒得多吗？因为我那个没有爆头设定。
哎呦，他爹在打。哦，有后面旁边有人上来了。哎，裂空裂空，星星都在上面。我跳下来了，我跳下来了。我靠，你们俩倒是上去了，我怎么办？这我很尴尬，我靠。哎，来我眼睛去。妈。啊，好吃。谢谢。进来个裂空。啊，进来个裂空。啊，裂空半血，你被我打到一枪，毛妹毛妹，死了死了，裂空死了。哎，你们怎么前面死光了？锤子回来一点，锤子回来一点，锤子跟 C 罗回来。你能拉吗？你能拉吗？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危险。拉不了。哎呦，我们两个肉在外面。哎，你怎么掉下去了？哎呦，我的天！我们两个肉跑太慢了。对，没事没事，回来吧回来吧。啊，他换了，他换了。就是回来吧，能回来就回来。啊，三妹回来了，三妹回来了。三妹换了，三妹换了。哎，天使别让我失线，我奶他。让我奶，你别奶。你没大是吧？让我奶。哎，我觉得又没有人，裂空。我操，全部都在缺我，反正我没带。没事，你死不了。哎，麦迪，啊，那傻逼麦迪，我操，黏了大，我就拼命往我身边躲。哇，辛苦你了。赶快，该暴露我的位置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地方贼容易被暴露。哎，你别老站着，站着可以，别老站着，稍微换个地方，反正你都爬墙无所谓。哎呦，这原始！哎，这旁边有星星，右边。慢点，右边有星星，跳点了。哎，我靠！锤子是，哎，锤子给你大，哎，我靠，别错人了，我的，强不强？强不强？哎，我操！等一下，先别奶，我来奶。为什么莫名其妙 team kill？ 我靠！哎，让我奶，我要攒大，你留一点给我，留一点给我。那我留给你了，留了一点。这，不管，快点。我大爷很重要好吗？别这样。哦，我就瞬间70%。两个辅助大都很重要。你在欣赏我的皮肤。说的对，说的对。没事，我把那个。我把那个裂空带走了。我操，完了团灭。给你们要切个死神，真的。哦，我切死神。对，下去跳点，你就算在上面打你也没办法，也还是。没办法。我靠。没办法。哎，不过这麦克还抢我最佳，哎呦我操。咦？我不知道前面那部是你算错的，我觉得我放加六，你看一下，那个多好听。
之后反正你就看他有没有全是零的，全是零的一行，然后再慢慢分情况吧，反正上面都写了，你不清楚的话再问我。那诗诗明天就要上学了，我擦，我还想永远的假期。而且明天我还是超忙的一天。防卫可以的，所以我给你配合。觉得我真爱惜，我他妈还买了这杯。哎，你也换。Recitation， 真不想学。我们是学到，我们哎，我们是学了一点六是吧？一点六，你说数学吗？数学一点六不是很简单吗？那天光想，是你看一点七，把我看傻了。主要是我没去上课，你知道吗？看书啊 ，check.com 啊，把每后面每个习题全部看一遍。觉得我是不怎么喜欢看书的人。那你还不去上课？但是我也不怎么喜欢上课。OK， 可以的。这就很这个理由无敌。嗨，哎，这边有小米，然后让我跟小米刚一波。对面几个小米？对面一个小米，两个小米，我操！那就没办法了，我就跟他刚不了了。我都跑左边来了，兄弟们。看到了，我也走啊走啊走啊！哎呀，我把我自己挡住了，让他们放进来了，我靠！什么鬼？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都有人进了？我也进了。我们这围点打，哎，我们怎么回事？我也来了，别急。能攻下来吗？哎，后面有人！干掉！两个是哎哎！别被冰墙了！我靠！我被冰墙了！我被冰住了！真的骚！他们应该没有传送门。怎么没有？我估计是有的，这感觉是有的。哎哎，直接走！先让我回一个血。快来！走！哎，我还没炸呢。可以，和尚死了，直接走吧。我没炸呀。我有炸，不急。谁得残兵啊？后面。因为有个死神在后面。动着我！可以，一下啊。Wait for me. 完了，我的。哎呦，没敢到。哎，这就很尴尬了。每秒回三百血都能打死。他那个一个爆头两百血一次。你说谁啊？小美是吧？还是麦爹？张小美很好破呀。就是现在，我还是不要整，我觉得班长更强。
瞬间五十。你前面弱啥？哎，十多个老家，十多个老家。啊，哎呦，进一波。我靠！冻住，不洗澡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让我出去！让我出去！让我出去！这种进不了点，我出来了。咱们这种进不了点。没有锤子，我知道你 E 用掉了，白痴。E 哎，他 E 还没用掉，他是有残值，好吧，走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我的大进去了，哎，我大没进去啊。我操，什么鬼？我大被封在墙上了。盲人先锋，他从我身后走过来，放着大。我有大了，我有大了，我大家可以跟我分手。守望屁股人多啊，就成了盲人。不要被小美冰墙封了，我跟你说。啊，够够。我没有死开。哪里冻住啊？反正不是咱们的。是傻逼，我靠！有人进点了吗？放大吧！放大，放大，放大！什么放大？神放大！我靠，不行！我进了，我进了，我进了！没有人，没有人在点你。没有人了。算了，先别放了。他们手上放了咱们。哎呦我靠！太闪了，刚刚怎么进点了 ？Everyone is counting on me。啊小。嗯，被反了吗？没有，没有被反啊！对面的，对面有半张啊！我大满了好了，后面都是。大好了，我大好了。在哪？哎，全在这边，全在这边。几个大，几个大。一个大，几个大。哎，我死了！哎，早给大了，就放完了。往里走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走啊走啊，往里走啊！搞什么？我可以。那我觉得这点放能啊，发飞吗？我有大，放大了。搞搞搞搞搞起搞起搞起！他们有两个小美，我天！哦，可以可以，嗯，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伊克特里，三杀这个也是。怎么？